线上学习。小朋友，你玩过线上游戏吗？网络世界无远弗届，我们到底可以透过网络做些什么呢？你别来攻击我了，我的武力还没有准备好哎。嘿嘿，就是你武力还没有准备好，我才要攻击你啊，谁叫你动作那么慢啊。拜托拜托，再给我三分钟，三分钟就好嘛。再给你三分钟啊，你还是会输。安安已经进化到青铜器时代了，你还在石器时代啊。哇，安安怎么进化的那么快啊？爸，你教我要怎么样才能进化的像安安那么快。这个世纪帝国游戏正是在训练你的组织能力，你得随时注意掌控自己的人马，农夫要种田，樵夫要砍柴，渔夫可以捕鱼，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你得充分利用时间呢。哦，我已经很努力了。要是啊你连我都打不过，上网跟别人玩怎么打得过别人呢？是啊，只要一连上线呢，不管是美国、韩国、日本或是其他国家，都有可能是高手啊。哦，有那么多国家的人啊。当然咯，透过网络我们可以跟远在美国的姑姑聊天说话，甚至可以透过视讯看到姑姑。透过网络我们可以跟世界各国的电动高手在同一个线上游戏比武过招。透过网络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资料，充实我们的知识。网络啊，可真是无远弗届呢。网络的力量真吓人呢。需要注意的是，即使网络这么便利，但是仍有许多坏人隐藏在电脑荧幕后面，你们千万要小心哦。嗯，我们知道，电视新闻常常可以看到这一类的消息，我们会小心的啦。嗯，是啊是啊，我们会小心的啦。好，那就好。生字。词语。资源，可资利用的自然物质或人力。流行，盛行一时。同好，志趣相同的人。暴力，激烈而强制的力量。展现，展示显现。造句。挑选，他是数千人中挑选出来的精英。透过，他透过网际网络找寻资料。成语。包罗万象，内容丰富，应有尽有。敬重。小朋友，你会使用棒秤吗？功课是什么？公斤是什么？你知道什么又是敬重吗？妈妈，你拿着棒秤做什么？妈妈刚刚买了一罐牛奶，上面写净重750公克，妈妈想要称称看是不是真的有750公克啊。750公克？什么是公克啊？公克是重量单位。你看这个秤哈，50G， 这个 G 就是代表公克的符号，50G 就是50克。那公斤呢？公斤是 KG，一公斤有1000公克，所以啊，这罐奶粉还不到1公斤。妈，你刚说这罐牛奶净重750公克，可是这个磅秤的指针是指到790公克耶。这罐牛奶的罐子加牛奶，一共重790公克。所谓的净重，是指扣除罐子之后牛奶的重量。哦。我还以为我们赚到了呢，原来净重是指奶粉的重量，还得要扣掉罐子哦。嗯，所以说这罐牛奶的重量是没有错的，净重的确是750公克。
我们学会看磅秤喽。来，这个磅秤借给你们玩，你们可以量量其他的物品，对重量就有概念喽。耶，太好了！我来量量这块粘土有多重，还有铅笔盒，还有杯子。记得不要放超过1公斤哦，这个磅秤只能量到1公斤。嗯，我们知道了。